大 S 传怀第三胎，孕吐严重导致昏倒。大 S 不适住院，图翻社大 S 脸书，20001803.28。41岁的徐熙媛，大 S， 昨27天傍晚传出突然昏倒，在救护车接送下紧急住院。虽然有一说他是因为癫痫复发晕倒，但稍晚又传出另一个说法，指他是因为怀了第三胎，孕吐严重又吃得少，体力不堪负荷才昏倒。可是根据苹果日报报道，经纪人已否认大 S 怀第三胎的消息，指他是因为长期感冒没痊愈，引起发烧跟身体种种不适才会去住院检查。而 S 妈则表示，熙媛是因为感冒引起癫痫复发，晚上突然昏倒送医挂急诊。据悉，癫痫是大 S 的老症状，2年前她生小孩的时候传出因为过量麻醉药降低生产疼痛导致癫痫发作进入加之病房，又曾因为生完小孩之后照顾太累荷尔蒙失调导致心脏不舒服，后来才发现有心脏二尖瓣脱垂的宿疾，还用了好长的时间去调理身体。